党鄂民浅。浙江龙游县有位名叫王十一的屠夫，专门以屠宰牛只为生。王师傅辛苦了，您喝杯茶歇歇吧。王师傅，你可真是好本事啊，这么壮的牛你一刀就能了结它，真是厉害呀。就是再壮的牛，我王十一也能一刀让他毙命的。王师傅宰牛的本领的确厉害，以后我家要宰牛一定请你来。好啊，各位以后谁家需要宰牛就找我王十一，绝对没问题的。屠户王十一的生意一直很好。有一年，龙游县的县长下令禁止屠宰牛只。哎，这样下去可如何是好呢？县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看看，最近五年期间，我们县里的耕地竟然减少了这么多。这么下去，该如何是好呢？哎，最近几年我们县的人口一直在减少，减少了地自然就没有人耕种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县里的人大都喜欢吃牛肉，每年宰杀牛的数量非常多，没有牛来耕地，一部分田地也就会荒废掉的。宰杀耕牛，这实在太不应该了。牛为我们耕种田地，我们就为了一己口欲而去杀害它，哎，这也太残忍了。县长，我看不如您颁布一道法令，禁止屠宰牛只，您看怎么样？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啊，禁止屠宰牛只，县长怎么会颁布这么一道命令啊？听说县长认为这些牛为我们耕种田地，而我们却把它们杀来吃掉，实在太残忍了，所以才颁布了这道命令。听起来有些道理。这道法令一出，那些靠屠宰牛只的屠户可就难过了。而为了防止那些屠户偷偷地宰杀牛只，县长派一位名叫邵秋芳的警员负责监督那些屠户。邵警员了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县长，您就放心吧，如果有人敢不遵照您的法令还偷偷地宰杀牛只，我一定会逮捕他的。嗯，不好，一定是有人在偷宰牛只。住手！哎呀，邵警员啊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啊？赵屠户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这个，我没做什么。县长前几天刚刚颁布法令，任何人都不准宰杀牛只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邵警员，我没有杀牛啊。没杀牛？那这是什么？哎，算我倒霉，本来想偷偷地杀了这头牛，没想到还是被你们发现了。禁止杀牛的法令颁布后，邵秋芳四处走访，查出了许多偷偷杀牛的屠户。哎，这几天你一直在叹气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县长颁布了一道命令，不准屠宰牛只，还派了邵警员四处查看，凡是有人偷宰牛只都被取缔了，这不是让我们完全没了生意吗？邵警员就是邵秋芳吗？对的，就是他。这就好办，我听说邵秋芳这个人贪财，不如我们拿一些钱贿赂他，让他通融一下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就好了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于是王十一便拿钱贿赂了邵秋芳，使他不来取缔，这样一来他就又可以重新开张了。几天后，邵秋芳临时生病了。啊，阎王殿，
我怎么来到了这里？阎王爷啊，我就是被王十一给宰杀的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王十一，他怎么也来这里了？阎王啊，县长已经下令不准宰杀我们了，可是这个王十一仍旧偷偷的宰杀刘志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同类死在他的刀下。王十一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阎王啊，我之所以能够偷偷的杀牛，全是因为他啊。啊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王十一他是谁？你杀牛跟他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了，他叫邵秋芳，是负责监督我们屠夫的警员。就是因为他收了我的贿赂，我才能偷偷杀牛而不被取缔。要是他尽职尽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，我怎么可能杀害这些牛呢？原来是因为你我才死的，你还我命来！这跟我没关系，我并没有杀牛，我没有杀牛啊！就是跟你有关系，如果不是你，那些牛也不会死啊！阎王爷，你一定要明察秋毫啊！这些牛不是我杀的，真的不是我杀的。邵秋芳，虽然这些牛不是你亲手所杀，但若不是你接受贿赂，放任屠夫宰杀牛只，这些牛也不会因此而死。所以你也要负起部分责任。但因你阳寿未尽，让你还阳，死后再处分你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老公，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我现在是在家里吗？是啊，前几天你大病一场，昏迷了整整七天七夜，刚刚醒来你就喊着怎么会这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邵秋芳于是对家人说起了他在阎王殿的所见所闻，以及阎王对自己所说的那一番话。那要怎么办呢？说实在的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既然你已经结下了恶果，那就应该从今往后多做善事，多积善果，只有这样才能弥补你过去所积下的恶业呀。大叔说的有道理。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做那些伤天害理的坏事，进而努力实践放生护生的行善积德的好事。不要以为我们没有亲手杀害生灵就等于没有积下恶业，我们行事前应该仔细想一想，因为即使间接的行为也会使我们积下恶业，最终产生恶果。Love.
摩阿弥陀佛，南摩阿弥陀佛，南摩阿弥陀佛。Me